这个就已经。这个是呼吸机。对，这个是呼吸机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你就有氧气就行。没有这儿，无氧气，无氧气，氧气就可以了。啊，无氧气就行。喂，您好，那个松堂医院，松堂医院的救护车司机，那个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协和医院的急诊门口。美国会有这个概念吗？客死他乡这个概念，说有生就有死，就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，没有办法。想开点。如果要是一个人到了那个终点了，想留也留不住；如果没到的话，啥走也走不了。对，活着的时候好好活着。死了，好好的死去就行。
路不稳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就刚站起来的时候不稳。对，让这儿，让这儿，扶好了他啊。嗯，好。来，戴眼镜，咱们下去风凉风凉人家啊，是，好不好？好。咱们一块儿唱啊，一二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里花朵真鲜艳，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的笑开颜，哇哈哈呀，哇哈哈呀，每个人脸上的笑开颜。该说大姐姐了，大姐姐你也快快来，小弟弟你眼莫走开，手拉着手儿向前进，我们的生活多愉快，我们的生活。我74，他81，现在一直这么老了还这么亲近，基本一周一次，给他带好吃的，有时候帮他洗一洗啊，洗洗脚啊，擦擦身子什么的。他说我虽然是姐，但是我老像做妹妹似的。
他老认为我苦，实际我不苦，他从心疼那角度老认为我苦。吃完饭也得煮煎房子个老半年，老半年，当里个浪，当里个浪，没有钱也得吃完饭也得煮煎房子老半年，成天也能练成钢，不练成钢，只要努力向前进，不怕高山把路挡。成天也能练成钢，不管那高山大路上，浪里个浪，浪里个浪，成天也能练成钢。遇见了一位好姑娘，天天的好姑娘。后悔就是我的母亲肺气肿，有医院给做坏了，他是给切开了以后，那个氧气管没从这儿插，应该就从这个拉开以后插，他从这儿插的，从这儿插完以后，那氧气从这儿就跑了。你说这个，你也是有毛病，明，别说了，行不行？谢谢你了啊。就是很遗憾，我走了，我做的手术，做的手术我签的字，最后人做坏了，做没有了。好了，完事儿了吧？他呀，属马的，不吃不喝不穿，光干活儿。你说着急人不着急？现在他说我属马，不吃不喝不穿，一天老跑路，老就光吃草。他老说我，特别疼我。就为了吃他来了，我应该说欢迎，我说不欢迎，不欢迎，我烦。他说的，你来我不欢迎，不欢迎。他心里老眼巴巴的等着我来，老说我不欢迎，不欢迎。把这地给起了，不翻跟头了，是吧？不是，好使了。就盖起来。对了，也不再铺了，省得摔跟头，扶好了啊。哎，坐，你快坐着歇会吧。老怕他什么时候不在了，就不再是老怕这那个陈天礼，就是直接说就怕杨子，杨子非常陈天礼死掉了。我愿意把我的生命，把我的健康，双手高高举过头，献给我的妹妹。啊，小白的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就开就开就开，妈妈回来了我就把门开。妈妈回来了我就把门开，妈妈不回来我不开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对呀，安弥陀佛让我上这儿来的也是。这安弥陀佛呀，他非常的慈悲呀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。100%的信，我跟安弥陀佛都很熟悉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人活一世，转眼就是百年呐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就想见佛，谁都不想见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他也好几年没来了，我老伴去世了，他来了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四年去世了。阿弥陀佛。咱们是娑婆世界最坏的了，最破最坏的了。28层天，咱们你知道吗？咱们有28层天呢。不是就咱们这层，咱们这是13层。最苦最，我现在这个世界，我这一天都不想活。现在，我愿意明天就死，我不愿意活着。我现在活着我烦着呢。那怎么办呢？没到寿命没到，不能走。我要再死了，我就那是通通跟阿弥陀佛接走了就得。我再回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西方极乐世界好的美极了，就是啊，哎呀，我想吃什么，这空中来一碗盘子，给端来就吃，吃完了，你想穿什么就穿在身上了，不用你自己穿。所以今天老想着，老念着，
我这一辈子太苦了，不敢回忆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苦着呢，我妈也苦，我妈的不敢说，不敢回忆，一说我就掉眼泪。我必须得求佛了，躲开这世界了，这一辈子没法，特别苦啊，跟你们不一样。所以越苦的人呢，他越信佛。这信佛呀，就是太妙了，太好了，没法再好的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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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不把任何的困难，同志们向前行，不把任何的敌人向前行。我一定要走的，还不如谢谢。所以我就做到最大的。